把神经啥了不疼，先弄地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又来种地来了。然后今天剩了最后一块地，准备种黄豆了。这种地快种到61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就剩这块地了。这块黑土这面都是。刚开车到地。那还一个，这是这个肥用来那里头，收不得了呗。看这黄豆，地儿多大，多好，豆子就是出半子，纯绿色食品。你别说，不是转基因，咱这还没转基因呢。啊？行，你看有多瞎吗？俺们开始那啥。现在我爸在这边开始种地了，我的任务呢就是在这个地头扛籽还有运肥。这块地就是我家最炫的地了，打垄都没打上，然后的话还得收拾一下子，给它铺了平，待会儿看看能对付锅上就给它铺上。种完这块反正也是结束了。现在已经中午了，今天天报的挺热，其实还行，有了小风。那梨买梨都没拿，你买梨哪里行啊？什么？还有大苹果呢，谁种？对，还有大苹果。我这还有个梨呢。吃苹果吧，吃两个苹果也行。大苹果。哎呀妈，这放哪吧？你看那虫子。上趟下子吊顶的，黄豆上趟行。不是，你得看里头那个眼，你扣完了才能掉几个黄豆，完了之后你才摇。你可以给他，咱们能看到。你我让你顶了。你旁边有一个小观察孔，看能盖到多大。对，你把那籽都跳那个翻到一边。因为你要是走上趟的话，假如说这上下那个一个眼，它能下三个粒儿。你要把那个眼打开了，那就下五个粒。那旧的那个，你说带小滚子那个，反正轱辘是吧？那个俩，两个，三个，不是下小仨的呗？啊，怕往外崩籽儿，不知道咋回事。那个有一个，那个玩意儿，有一个就是那鸭嘴子那绿螺丝，两面的都掉了。那个玩意儿。现在我们吃完中午饭，然后下午继续干活。然后我家这块地现在是种完了，然后的话我爸在这儿再给我老姑家播一下子，因为我们的地都挨在一起。然后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吧，还要继续干活。